醋宝说这个冬天啊，观叶植物的生长期过了，用花多多一号还是十号？来来来来来，这是不是观叶植物？是。这是不是龟背竹？是。哎，用花多多一号、花多多十号，你说我们用什么？我们就选用那种通用型的颗粒控施肥啊，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神力啊。我在这儿，看到没？就光用了一个通用型的控施肥而已，其他的什么都没用。大家伙一定要了解一个什么点呢？植物啊，不论是什么植物，它的施肥跟人吃饭一个道理。咋的了？你冬天的时候就不能吃大米了，就得换成面条了？啊，长胖，不用。是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吃饭？所以说你不要纠结这些个事儿，好吧？什么一号了、十号了，都行。你如果说让我推荐你的话，你就选个通用型的就行了。如果说你养花技术有个两三年之后，是吧？或者说你日常的时候喜欢琢磨，你再多买几种型号玩消遣嘛，对吧？这个可以，就像咱们开车一样。哎，我大舅子刚从驾校里边出来以后说，哎，你看现在天冷了，我是买个越野车，我是买个这个轿车，还是买个？你先买个车，你先练着，你以后你技术高了，你想买什么车买什么车，对不对？你有钱。小孩子才选，成年人是干嘛呀？我都不要，不就完了吗？就轮着用呗。我今天开 SUV， 明天开超跑。希望各位臭宝天天开超跑。哎，还怪连理哈。我是老黄一，老黄崔三一。完了完了，不用纠结啊，拜拜。嗨。